书就会很拘谨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写行书就不用了。厉害哦，手拿这样拿笔。老师今麦是机械手背。哦，搞你看。对啊，一讲机械手背，你不觉得吗？我觉得老师现在很像机械手背。要比这样，哎呀，安尼一样下去。看写行书多，就是把笔画都连在一起啊，这个好。胸有成竹吗？对啊，哇，把笔画都连在一起，对啊，一笔成型的，一笔呀、啊，都连在一起哈、啊。那是像我们平常写字，一定不可以有锯齿状，所以笔法要练对。楷书不需要一直写，一直写。楷书，楷书不。只要及格了，没有出现那个错误的，没有走中锋的，不要这样子的。一定要走中锋啊！冰淇淋漂漂亮亮，干嘛把它破坏？就是啊。